台湾真好，当然啊嘞，哦，五花头连胜。这球要考验一下游击手啦，还是接到但传偏啦 ，safe。哇，这个球也不好接，不好处理，这个弹跳有点节奏没有抓得很好，能够让他接到已经不容易，也失误。以游击手陈荣基的一个传球失误。我刚中将讲的进攻斗啊，这个球真的也有相当的难度。不够出力了，他整个的节奏有点乱掉，球没有拿好，球体不好了。所以我们在看棒球，不是只有看接而已，还包括他的脚步的转换啊，他的一个拿球的动作。